表演的时候心里也挺痒的。带大家来录音室其实是为了知道哪一个部分是最适合你们的。人好多里面。那没办法，你得克服舞台上更多人。我就是没有怎么唱过 rap。用讲话的方式去试一下。我真的不行。试一下试一下，不要怕。哎。你把电脑唱卡机了。等会儿跳舞的时候，我是一个比较弱小的一个同学。动物抓，哎呦，妈妈再爱我一次。我最爱的小龙虾的口味就是蛋黄的。不知道有没有一种小龙虾是蓬松的？别我，我真的是。一二。No, I mean 于信替韩妹们，因为谁属性的？我就说吧。祝 Ella 老师母亲节快乐！坏，给我猝不及防。It's show time.